主动找出问题，主动找出问题，我们需要条件是什么？这五千年累积下来的经验，经验累积的看的是什么？进程。所以经验累积这种我们才能结构。为什么我们经验累积五千年啊，不比那结构来的更大的力？不屑直跟我论证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是要继承在伴随我们落实的。那地方没有跟我论证，更的体现在你。我现在跟你比较的是一个主动找出问题、解决问题，一般是被动等待、习以为常，哪一种是更的体现？对，所以我们放在两个公平啊，一个公平，两个公平的平台上比较，就你们继啊，你们解构，然后问我们继承，这样才是一个完美搭配吗？我们告诉你，你们是跨过，我们是继续下去。再次追问林芳，要不要回答我方孔让梨的故事？对方学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很多时候社会的需求，社会也会出现很多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。你告诉我，你们习以为常的文化就坐在那边等待改变，而我们是主动，是看挑战那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一者主动，一者被动，哪个更好呢？等一下，庄同学，你要论证为什么继承就是原地踏步？我们方已经说过了，刚才罗雅杰的学生就告诉我们，继承是有取直经。